首先它的衣服长度我呢刻意做了一个可以扎又可以不要扎的长度，不扎的时候就大概是这样，它也不会盖过你的屁股一半，但是又不会让你举手露到肚子，所以我做了一个长度是可以放出来，然后一样是显瘦的。上衣没有分尺寸，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好。首先我这一次的剪裁一样哦，稍微维修了一下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小落肩，还有它整个是延伸到后面哦，它不是只有前面哦。这件其实它不太会透，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它内层里面还有再多做那个布料到胸下这边的位置，它有再多做一层布料，它的那个内车这边其实是也是有做包覆乳的效果的，所以就算风很大，我们荷叶这样飘起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它本身这件衣服就已经很有腰身了，再加上黑色又更瘦的感觉。有些衣服放出来太邋遢，长度太长，比例不对，但是你看我现在放出来也好看，真的是让大家夏天很炎热的时候能够把衣服放出来，然后它也不会有紧绷的感觉。这个粉一样也是有点偶尔带灰的粉，然后是比较淡雅淡淡的，很甜美，算是扁身比较瘦的女生，然后这个布料比较扎实，我穿上去有那种烹饪的效果，有没有 up up 的感觉，就是有 up 的感觉。